什么好吃的？红薯跟牛肉。嗯，没错。大家好啊，你们好，我们今天要给我们的大棚盖膜了，兄弟们，我们哎呦，小宝贝摔跤了，哎，痛了是不是啊？好，起来，有情绪了。我们今天啊盖的是这个防晒网，并没有用那个塑料膜啊，兄弟们，小心你过来，你不要去，你去的话摔跤了一会儿又痛。我在这里帮一下忙啊，兄弟们。哎，咱们把这个防晒网一盖，打开下面，这是我们前天种的香菜，让香菜在这个没有那个烈日的情况下生长，因为温度高了嘛，它长不出来了。嘿嘿，棍儿干，你看老二的表情，兄弟们。做事情可认真了，每个角都给它用铁丝系到我们这个铁管的这个根部，我们专门留了这个东西啊，以后可以压石头，可以拴铁丝。然后呢，我们还从国内买那种大号的夹子，就是办公用的那种铁夹子，可以这样隔一段距离给它固定一下，还有中间这个地方给它固定一下，这样一夹好，铁丝拴好，就再也不用担心它被风吹走了。500块钱的防晒网才能够发挥它的价值。虽然咱们用了800块钱的这个镀锌管架，这边啊，我看太阳是这样斜射，兄弟们，好像遮的比较少，所以说这边我们要多往下拉一点。对，好，多往下拉一点，对不对？这样。拿到我手这个位置，这样能保证我们的香菜啊，在一个通风还有这个没有烈日的情况下，以后就长得高高的。爸妈进班去吃鸡，说完了。You see? Obviously, fast. 他们这里啊，打针很多情况下都是直接从手上往里推啊，兄弟们。马丹也说啊，可能要打3天，他这个针。哎，老二这个方法不错，兄弟们，他倒了块大石头啊，这样一拉一拽也可以把这个防晒网拽下来。热哟，你看老二汗流浃背。好了 ,OK 了，一起。这是灰是爸爸的。喂。这边这三个就算好了，兄弟们，这样一弄很紧，是不是？再大的风也不可能把它吹跑不？从这边往左边推进，兄弟们，然后就是我们的木耳菜地了。上个视频展示的木耳菜就是从这里捡的，是不是长得特别的好？旁边还有空心菜哦，在这里，空心菜。然后我们家大卫开始煮饭了，兄弟们。大家好。你好。什么好吃的？红薯跟牛肉。嗯，没错。这个红薯我放的牛肉，我放的鱼。
鱼干，我放了别那个鱼，还有猪骨倒猪骨饭，然后倒辣椒饭，倒很多洋葱饭，然后那个葱也放。我们第一阶段这个遮阳大棚就做好了，兄弟们。然后第二阶段呢，我们要把这边以后准备种冬瓜、种丝瓜的这个架子下面，给它再堆一点土。前天用那个三轮车运来的土还有一点没有用完哦。为了防止下雨，我们还把这个凉席啊、家里能挡雨的东西都堆在这儿，害怕下雨它被冲跑了。现在猴哥跟老二两个人把这个土往这边转移。猴哥在这里清理杂草，这里多弄一点土，我们就可以放心的种冬瓜、种丝瓜了。这边还长了两颗丝瓜出来。大功告成，给大家展示一下哦。这边以后是对，非常漂亮。以后种的是冬瓜加上丝瓜，然后我们的大棚遮阳网已经好了，非常漂亮，太帅了。今天可以睡个好觉。没错，咱们这边大胃王饭已经煮好了，兄弟们，一锅米饭，一锅菜，也可以说卤子。你们这里叫 sauce， 哎，每人装一盘子，然后呢挖点这个小菜上去。呜、哦、我天哪，这个宝宝也来了。宝宝从哪找到一个碗啊？勺子我看看拿没拿错啊。勺子爷爷看看，哦，勺子没错。好了，还有拿两块牛肉。小老弟也来了。小老弟看到我就特别腼腆的，每次哈。再来两颗牛肉啊。行，我们今天买的是牛排骨这个部位的，但是骨头被你拿掉了。对，你只要拿，咱们留的都是这个纯肉了。可以，饭量菜量都很多，非常完美。地整理好了，饭做好了，现在开始下雨了。刚刚还挺热的，现在你看一阵乌云立马就吹过来了，兄弟们。大外也入座了。对，我们现在叔叔我们开饭了。好的。OK， 我们开饭，兄弟们。大外王做的牛肉红薯叶子盖浇饭。嗯。好好吃。哦，小魏。好好吃。好吃吗？嗯，非常棒。好吃哈，可以，嗯。咕嘎，多吃点，多吃点肉，挡挡那个手指头。还不错，今天早上还知道过来，跟我们通知一声。早上我已经打过针了，一天打两遍，早上一针，晚上一针了。呀，有点烫。我说说跟你，还得要妈妈辅助一下，因为这个是红油在锅里面熬出来的，那个红油很烫啊，兄弟们。嗯，妈妈给他搅拌搅拌，吹一吹，它就可以吃了。小光头长得跟那个一休哥似的哈。哎，肉肉还笑，你小时候更像一休，我跟你说。小老弟什么？哎，他吃不完啊，他人那么小。小老弟几岁啊？七岁啊？几岁？啊。他吃不了，吃不了。我感觉他把这一小半吃完也快饱了。嗯，没有。这个头在这边呢，你看吧，七岁小孩能吃多少？小林，嗯，什么？
要喝水。你说喝水。嘿嘿嘿，他那个嘴唇呐、啊，很可爱呀、啊。老二吃的时候发出感叹了，这两个大家伙吃得快啊，大好吃的，好吃啊，太好吃了，都好，这招都被你学来了。老二先吃饱了，可以哦，姑嘎人家也吃完了，兄弟，胡哥也吃完了，基本大家都吃饱了，还有三个小的，还有一个喂饭的妈妈，哦，吃饱，OK， 最后三个最小的都没吃完，都剩下一点，然后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来跟叔叔阿姨再见，叔叔阿姨再见，哥哥再见，拜拜，比心。